联酋迪拜当地时间16号遭遇罕见暴风雨，让这一个原本普遍干燥的城市瞬间变成水乡泽国。甚至全世界第二繁忙的迪拜国际机场跑道也严重积水，一度关闭，飞机看起来像是在水面上行驶的船只。另外因严重积水，道路瞬间成为河流，导致许多车辆被困。迪拜的雨势在短短12个小时内就降下将近100毫米，相当于迪拜整年的降雨量。迪拜是阿联酋的一个城市，常年天气又热又干燥，也不常降雨，因此这起事件实属罕见。Also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 water